拜。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吧。拜拜，嗨。哎呦，呵呵，欧尼桑呢？哥哥呢？现在讲到哥哥呢？现在讲到欧尼桑哟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去那个一个居酒屋去吃饭哈。这个居酒屋吧，应该是几年以前，四年以前吧。居酒屋里边的这个，我应该叫大姨大叔吧哈，反正他们应该都是60来岁的人吧哈。60来岁的人，以前对我也挺照顾的，就是我刚来日本的时候，也不会开车。也不能像人家一样去个什么免税店上班，因为我的驾照，中国驾照还没换成日本驾照，所以我就去白天去那个铺床单，有一个地方啊有铺床单的活，我们去铺床单。晚上的话我就在那个居酒屋里边上班。以前老头老太太对我挺照顾的，也想去感谢人家。以前感谢过哈，我不是没感谢过，就是特别是我回国那时候，我在上班的时候回国，我也给人家烧点东西哈。所以就说咱这次约一约，哪天有时间一起去吃个饭，想再感谢一下人家哈。那时候我跟山口刚结婚呢，因为就是要照什么结婚照啊，干什么东西的哈，老多事情不明白的，都跟那个老太太说一下，老太太都帮我。然后呢，知道我们结婚之后呢，老太太还送了我一个相框，比较精致一点的一个相框，是我们门口那个相册，送了一个相框，还给了我，不要了，还给了我5000日元，好像是，我老公也早点回来了，本来还说今天得6点多下班，说早点回，回来之后我们去接的小儿子，然后就去那个居酒屋，去吃饭，大儿子今天不能去。大儿子不能去，大儿子家的孩子可能又阳了，好像是不舒服，他就不去了。我们就和二儿子一起去。爸爸，我看看你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在换衣服，换完衣服我们走哈。天哪，就知道抽烟喝酒，回来就抽上喝上小烟，喝上小酒去。现在就又抽上小烟去哈。富库强都开了一些，骚唧唧的。你看，磨磨蹭蹭，磨磨蹭蹭，又往哪加牙了？看我准备这些哈，一人一个一袋大米，这是给居酒窝的点心，这也是给居酒窝的，又买了一箱啤酒，这个是给二儿子的哈，哎呦，年糕，糖啊，上车吧。哎呀，抹了点粉底，这脸抹了一点白哈。又咋的了？コメね、ミスヒロと居酒屋ね。あとはこの居酒屋のお菓子、ミスヒロのお菓子とあれがお土産。あとはここ餅ね。ビールとかも居酒屋のね。我就不是上去呢。哎呀，好，上车。哎，热死了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先去接着小儿子哈。快走，还得有。你看你那糖穿了帅气哈，那糖过来，豆豆，我们先去把车停下去，这东西放这儿。刚才我进去问了一下那个居酒屋的那个老太太，不是老太太，叫大姨吧。我一进去她看着我，她都愣了，就认识我，就是忘叫我什么名字了。哎呀，她说看着我现在挺幸福的样子，她说赶快点先把车停下，然后我们慢慢再说哈，她也忙啊。大姨还是那个大姨，大叔还是那个大叔，没变，4、5年了没变样。往前走，快起，我的呀，快起。阿弟，好，哎，卡板，比如亚弟哦，卡板我的什么词？比如，我们坐下来，让那个纳唐在那看着行李，我们去停车。回来了之后人没有了，我估计啊，因为二儿子住在这附近，他去二儿子家里边去了。他们没听到那言语的。刚刚打电话给二儿子确认一下，到底是纳唐去他家里边去了，把我们这东西全都扔在那个大道上，他自己去找他二哥哥去了。那男孩翻拍过来有点有那。
你没吃，你没吃，可可的，你没吃了，哎，说我说，你没吃个毛蛋，可可的，麻蛋蛋，懂吗？呢，等我们回来之后，东西在，人没有了，两个服务员也是中国人啊，就这么很小的一个居酒屋，不是很大的居酒屋，但是每天都预约满了，今天也是，都是预约的，如果你不预约的话，没有座位的，本来我的咋洗给倒毛呢，可可了呢。那个老爸上有的那啥，气缸我就倒干了。那错，你没吃吧？你没吃，说到妈妈我一对，没吃好了那爷爷你打侬。啊？嗯。嗯，你没吃，说到娘我一打了哪壶哪路哟？嗯。马上也打侬。你这个家伙你是，快关门。你小点声啊！他们好吗？自己了，负担的小你。我们人到齐了，开始准备吃了。对，买东西，我看那一排个那个他妈路要你哦呢。那我看那他妈路要你，哎呀，福大的下哇塞哟呢，那个咚，你得了哟呢，夫妇个呢，那就，我今啊，中国的お菓子とかね，お菓子とかタバコとか、蜜蜂好きかどうかしらね，お菓子とタバコ。哎，ひなちゃんのね。哎，这是ひなちゃんの，哎，这是ひなちゃんの盘子啊，嗯。拜拜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嗨！就我可有料理个米露大哥呢，真的吗？但是他被他搞到哪呢？米露大哥，米露大哥，本当你米露，做阿哥不大哥，哎呀妈，初めて食べるのね，哎呀妈！恶心，恶心，你这说话，你回答，大声说，啊，恶心呢，嗯，要回答，听不见？问问题了要回答的，嗯。这里有虾呢，现在叫 A B， 嗯 ，A B， 这个用这个沙拉酱蘸着这个饼干吃哈，里边有虾油、牛油果好像，加了蛋黄酱应该是。那汤说真好吃，买。人家给黑娜酱做了一个虾哈，黑娜酱炸了一个虾，那，菜吃吧，菜也好吃。你要不要这个调料？不要。不要啊，就那么吃啊。好，来放这儿。好吃吧？好，拿着吃吧。热不热？是吧？把筷子放那个盘子里头。好，拿着吃吧，咬着吃哈。接着盘子咬着吃哈。哎呦，热吗？热吗？还热，啊，自己呢。本当一瞬でなくなるんだ。一瞬でなくなるって。好吃，好吃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调料可好吃，这个调料就是用蛋黄酱拌的。这烤，这是烤茄子吧？那是，哇，好大的虾呢！你接着盘子吃来，往前靠一靠，往前靠靠，接着盘子。拿错，拿错的。哎呦，呵呵，お兄さんね，哥哥ね，ひなちゃんの哥哥ね，ひなちゃんのお兄さんよ，ね。哎呀，お兄さん他娇气哦，那三十七歳，もう三十歳になった。なった。まなった。哎呦，呵呵呵。你就哈塞？今年12月31日で29。哎呀妈呀！もうちょっと大人になったらね、夏をね。啊？